吃饭了，今天我们吃金针菇。煮饭，辣椒。都是煎炒煎辣椒，还有鸭子。鸭肉，都吃下吧。小不
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吃饭啊！今天我们吃鱿鱼，还有辣椒，还有这个四季豆干煸麻辣梅豆腐。鱿鱼，
拜拜。吃饭啊、哦！今天吃八爪鱼啊！今天这个美豆腐还有活动最后一天啊，香辣麻辣都有。我吃的这个是重麻辣，重口味的。空心菜。豆腐干，这个是鱿鱼啊，说错了，这不是八爪鱼。Mm-hmm.